把它想成是骨盆这个范围。女生行动，女生行动大部分是靠骨盆啊，骨盆的力啊，所以试试看把腿并起来。好，稍微坐一点。好，用你的骨盆哈，寒暄，你看，屁股盆往后，往前，上，转，从这边回，又往后了，到这边，手尽量伸长。进去，腹部进去，上身回来，坐，回，上身，回，用腹部，你看要动你的腹部。想成动你的臀了，所以手臂的活动，手臂放松掉，手臂的活动啊，都是由下身由臀部，你看臀部的活动来的。啊，会转吗？来看，肉在前，我们做不来啊，跟拳是一样的，跟拳是一样的，只是最后，你看，只是最后这个转，重复回来。臂老看，这样动大，往前，身体往后。